谢谢现场的球迷给球员的支持，我相信他们是感受到球迷的支持，所以到最后我们也去到两边的球迷区，谢谢球迷的支持。我觉得对球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吧，因为有时候足球我们要不要忘记这个，也是一个好像要表演的一个项目，不单纯是做好自己，是希望来的观众球迷就是享受